灵妹，我操！来来来，刚好是灵妹，我们也疲劳紧。那我还什么？东区是吧？这把。哦，手机，不住了。操他妈，吃到了，好像还是个母女器。这波他回来了吧？应该。也许吧。我吓死了，我刚醒。我还是追你，没听到分身到我这里来。母女借灵妹，完了，开始了。哎呦我操，还好。我看到他跳得特别搞笑。妈的，这里快发失误了。我埋上没有。埋上了，埋上了，给他炸了，看到没有。完了，我这个板我要下了这个安全板。大厅的安全板被我下掉了。下，没事。你快点做副图腾。我很想副啊。他是母女界啊，我刚才跑不过他，我跟方庄加速就拉了那么点距离。什么？不允许你带疲劳技能，你还有方庄加速的？我带了三个技能呀，他不让我用钢筋啊，方庄加速救命啊。那我都没有方庄加速救命的。那你自己带了埋雷给你炸去了，你还不够开心的？这波我总觉得是老板把我的疲劳技能给减了。老板不是减了你的疲劳技能，老板是减了你的智商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这妻子直接被踢没了。他来了，来了，他来了，我带过来了，我跟你说。跟他多转一会儿，我的埋雷马上就好了。妈的，这一又要吃一个灵界的压迫了，操！他来了，快清灵界了。这一波没办法，因为这个地方往那边转太远了，他这个近灵界直接出刀打到我了。我先装上。他要是挂上你来踢我的妻子，他去哪里了？怎么没听到了？好像要追我来了。打你正对，好，打得好。不一定哦。他说这把，我前面已经。
很秀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前面秀了这么久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我日，他又来针对我了，他妈又来针对我了，我操了，只有人类能看到。那为什么我的地雷没了？买上以后，持续时间是50秒。哦。木女接灵被警察局一挂，完了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不是我掉了啊！我就说嘛，那个机子我一直都修不亮，都修了很久了，还没修亮。我打钢筋上了，他要来控机了，妈的三连了，我操！我掉网了，从哪呀？完了，三连了，少个人吸不了了。快去亮我那台电机、啊。亮了，那就我亮了。啊！他给我一刀，回去控机了。但是那二楼的机子修很多了，不知道能不能亮，就是。才一挂。应该可以修开的吧，三连不好修的，他们他里面哦，他要上二楼，来不及，那机子说不定真要开。我操，他没发现，他没有发现那台机有人在修，他一直在一楼转。完了，这样上去踢了，哎呦真搞。干嘛？他在防爆发吗？我的日哦！我们一起修不就？哎呀，不是，他就补机子的，他可能觉得灵妹会守，不来守。哎呀，真的搞啊！其实修开了，其实修开了，真的，让他上楼了，上楼触发爆发了呀，兄弟！得不让他触发爆发。他要上楼去看楼上的机子了，灵界上去看了。炸鹰的时候，灵妹看起来好搞笑。我觉得这个被炸鹰的时候，小叮当和那个鬼妹，哎呀，我们少个人，真的，真难修，少个人。他楼上机子肯定能开的。精灵街上楼了 ，nice， 他可以救，我直接拉这个门。这个水友刚才在直播间说了一句：“九三，总有你玩人的时候吧。”嘿嘿，嘿，就是狂，怎么地？今天就玩人了，来来啊，来！嗯，这会能出去了才大声滴滴 ，no 滴滴。
那我怎么不大声吗？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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